大公鸡头，这是自己家养的。嗯，蒜香鲫鱼，螺蛳粉啊，家人们啊！哎呦我去，我先干一口啊！嗯，哎呦我去，就这小味儿啊！咋这块有小黄车，家人们啊，39块钱我给你干10包，一袋盒子3块多钱。而且今天下单啊，老弟还赠你们一个这个勺啊，这是赠给你的10包，330克的啊，大棵树的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正宗的柳州螺蛳粉，嘎嘎好吃，嘎嘎权威。你们喜欢吃，直接在这小黄车直接拍就行了啊，10袋。39块910袋啊。嗯。哎呦我去。哎，这酸笋料味儿，臭烘真好吃。这玩意儿就是吃一次，第二次就上瘾，嘎嘎好吃的。
哎呦我去，哇，吃这个螺蛳粉家人们必须往里头嗦粉，知道吧？够用啊！